各位乡亲们，请大家不要再给他安排相亲了，他已经名花有主了。我帮你扳回了一句，你要说到做到。今天不行，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太短了，别人不会信。你不要太过分。一个半月，再讨价还价，这婚我就不退。你们两个是什么情况？他对我。 一见钟情，你要点脸吧。小满的初恋都还没呢，就冒出个未婚夫，你还没谈过恋爱呢。谈恋爱有什么了不起？小满，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喜欢的人吗？是林信。我提醒你，不要忘记和我的约定。原来这些日子，你的那些关心，都是装的。没错。 你演的那么逼真，我都是跟你学的。500万，让林宪离开庄小满。他们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今天我们大东村三人组终于聚齐了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什么？给你的。送给我的。嗯。你总是想着我。林宪，你以后一定得对小满好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 觉得我们之间不是假的，原来你们真在假扮情侣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看不出来吗？